常让您那粉丝贾国也举个牌儿啊，也拿那个加油条出来。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看看这场左手将之间的对决啊。嗯。果然看起来很不一样。哦，看。嗯，漂亮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以前我在那会儿在国家队的时候，特别愿意跟林高远打比赛。前期跑完步以后，没人练，然后那个多球机。机器发过来跟那个玩一会儿、那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，很认真。好球，许昕这个全台的跑动能力很强，对，覆盖面积真的特别大。对，而且你要想赢许昕的话，你必须你得有一定的回合做保障。嗯，哎呀，许昕不号称绿蟒吗？不知道许昕退役之前他能不能赢。你看林哥漂亮、这一下好球，对，给方博聊也是，方博下午打他全是回头，老被人打回头，拉半出来冲的话，他现在严打也是，好球，哎，好球，这球本来想拧的动作摆了个短哈，你饶他了，是发球给他。故意的，这是故意的，故意的。突然想起了当年跟这邱指导打球时的这些回忆。好球！哎，哎呦，这球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这个人。这球林高远发高了，这球在台内就拉别人了，那会儿哈，压力很大。对，哎呦，这球发得很准。又拿一个赛点，长球。好球！下了，下了，厉害了！哎。